真是怪事啊。大人，尸体入土不久，还没有腐烂，小的已经仔细查验过，浑身上下找不到一点被害的痕迹啊。连一处伤口也没有吗？没有。那你说会不会是中毒呢？从尸体的表面来看也不像是。既不像中毒，也不是被杀死，是暴病而亡。现在看来好像也只有这一种解释了。怪了。大人，据小的所知，人因脑部或心脏突然发病而暴死的情况有很多，一般来讲也查不出死因啊。我不是奇怪这个，我是说一个过路的客商暴死，怎么会在亳州城中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啊？是啊，大家都说他变成了鬼。我才不信呢，人死如灯灭，就算有鬼也是人闹出来的。大人是说武恒之死与装鬼的人有关系？有两种可能。一种可能是有人借着武恒暴死做自己的文章，第二种可能就是有人为了做自己的文章把武恒杀死。不过两种可能却是一个做法，那就是借尸还魂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呢？要达到什么目的，要等到真相大白的时候才会知道啊。我们现在姑且不去管他，如果我的推断能够成立，那么武恒暴死的可能性就不大了。从亳州城和衙门里发生的这些情况来看，这个装神弄鬼之人不像是一时心血来潮，而像是有准备有计划的一次行动。也就是说，武恒很可能是被害死的。杀人是要有手段的，可我们现在什么也查不出来啊。大人，尸体的面相正常，也检查不出来什么结果。将人毒死，表面上又看不出来，这样的死者以前我也见过几个。事到如今也只有一种方法能查验出死者是否是中毒而亡。烧。也许这是唯一的方法。那些毒药虽然只是在人体内脏中发作，使人从表面上看不出来，但是有一个地方就是想瞒也瞒不住。骨头。对，但凡中毒而死之人，骨头必定呈黑绿状。大人，我们如此一来会不会惹出麻烦？按照大周律法，凡是焚烧尸体必须要得到死者亲属当面同意，否则一旦有人闹事，他们会状告我等毁尸灭迹。是啊，大人，骰子大哥说的有道理，要是真有人闹起来还真不好对付。可是现在让我去哪儿找死者的亲属啊？大周律法也有规定，在一定的期限内无人认领的尸体各地官府可以自行处置。烧吧，就按你说的做。可大人，万一有人闹事对大人您可不利啊。我现在倒真盼着有人闹事呢。大人的意思是一个人莫名其妙的死亡必定有特殊的原因，我们食君之禄收的是百姓的供养，如果老百姓有了冤屈我们却不能为其申诉，那我们做这个官还有意思吗？烧吧，出什么事我来承担。是。全都准备好了，您是不是再考虑考虑？少。是。
不出您所料。死者的尸骨呈黑绿状，可以肯定他是被人毒死的。把人毒死，从外表还看不出来。看来这位凶手还是个使毒的高手啊。对，一般人手中根本没这种毒药。这种花玲珑曾经送给过我们，可以前是白色的呀。很明显，这花一定让人撒上了毒药，所以才从白色变成了红色。准确的说是血色，他在警告我。会不会是玲珑？玲珑真的又出现了。骰子，去端一盆水来。花上没毒，看来他还没打算害我们，这仅仅是警告。问题是，如果杀害武老板的人是玲珑，如果出现在亳州城和府衙中的鬼魂也是玲珑，那他显然是冲着我狄仁杰来的。可他为什么要给我狄仁杰送花，故意暴露自己的行踪呢？或许他另有别的阴谋。如果他真的是冲着我来，就一定会有下一步的行动，一定有。来人！大人，大人，你们分头去查访，看看武老板还到过什么地方，和什么人接触过。是。仁杰，我不会放过你，我死也不会放过你。整整16年，我一直都在找你，想不到你竟然找到我的门上来了。复仇，又是可怕的复仇。难道这种仇恨就永远无法忘记，永远无法消失吗？大人，大人。鬼又送什么礼物来了？银元宝，又送来一锭银元宝。还是官银。这鬼可是真有钱呐，比我狄仁杰阔绰多了。在哪里发现的？大人，在院子里发现的。这鬼不仅有钱，而且还有手段。这么多衙役在衙门中值夜，到处都有咱们的人，他进来我们竟然没有发现。是啊，瞒别人可以，能瞒得过你骰子这双眼睛和耳朵，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大人，或许真的是有鬼。大人，大人。情况如何？有线索了。武老板在被害的前一天晚上去过翠屏楼，
翠屏楼？没错，翠屏楼是个妓院。吴老板那天带着许多银子，而且出手十分阔绰。带着许多银子？不对呀，悦来客栈的老板不是说他连个包袱都没有带吗？而且在城里无亲无故，这许多银子从何而来呢？或许悦来客栈的老板在撒谎。去看看。有人吗？人呢？来人，来人！哟，是哪位大爷呀？这大白天的，您来的真不是时候啊！姑娘们忙活了一晚上，都睡去了。要不我随便给您叫一个？大胆！狄大人面前不许胡说八道。狄大人，哎，您就是狄大人，奴家有眼无珠，冒犯了。起来吧。哎呀，大人，这也不能全怪我呀。您说进了翠屏楼的男人，有几个不是找姑娘的？您说对吧，狄大人？宝儿，在悦来客栈死去的武老板，死前可曾来过你这里啊？武老板，哎呦，让我想想。想什么想？你这儿的姑娘早就告诉我们了，武老板遇害的前一个晚上，就是在你这儿消遣了两个时辰，砸了大把的银子。你敢说你不知道？哎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有那么一个人，一看啊，就是个有钱的主，出手大方。可他怎么被人杀了呢？你说死就死了呗，他还变鬼，闹得亳州城鸡犬不宁，我们的生意都不好做了呀。他来的时候带了许多银两是吧？背了一个好大的包袱，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子，可多了。那天是哪位姑娘招待的他呀？多了，他一下子要了十几个姑娘陪他。能见见这些姑娘们吗？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？这姑娘们都睡着呢。放肆！喊起来，全都叫起来。哎，不必，你也回去睡吧。哎呀，谢大人。一个好大的包袱，白花花的银子。马花，大人，立刻吩咐捕快们严密监视翠屏楼。是。骰子，去悦来客栈。是。走了，夫人，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你们必须要叫我王妃。是王妃娘娘，您说狄仁杰会上当吗？当然。他会不会怀疑是我们干的？我就是要让他知道是我玲珑做的，我让他知道我还活着。王妃娘娘既然这么恨狄仁杰，为什么不想办法把他杀了呢？就是要慢慢地折磨他，让他身败名裂，生不如死。16年，
我等这一天等了16年。狄仁杰害死了我夫君，我让他血债血偿。这，狄大人，又来打扰你了，老板。大人有什么吩咐？找你拿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一个包袱。包袱？而且里面装了许多的银子。狄大人这回开玩笑，小的不是说了吗？武老板没带什么包袱。我没说是武老板呢。你怎么知道我要他的包袱啊？小的猜的。我上次来问你的时候，记得你说过，武老板随身只有一个小银袋子，只有10几两银子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可是，我们查过了，武老板此次来亳州，在城中落脚。也只有2个地方，一个就是你的悦来客栈，二是翠屏楼。据查，他背了个大包袱，里边装了很多的银子。他虽出手豪阔，在翠屏楼也仅用去了30%，剩下的银子依然放在包袱里。也就是说，这位武老板背着一大包银子进出你的客栈。经过你的面前至少有3次，怎么能说你没见过呢？大人，我真没……我听说店老板可是个精打细算、省吃俭用之人呢。对，铁公鸡。哎，我还听说你支付给郎中，还有那些埋人的、劳力的，全都是清一色的整银，10两。而且好像都是寻常百姓难得一见的官银。官？还有，翠屏楼那些姑娘收到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官银，这你作何解释啊？大人，小的真没有，没有。你没有什么呀？大人，小的没有杀人呐。行了，说吧，银子藏哪儿去了？那武老板死以后，城里一直闹鬼啊，小的以为是武老板的鬼魂又回来找小的了，小的便把那些银子又埋回去了。是这个吗？啊，是。打开。这是什么？诉状。武老板难道不是做生意的，而是来告状的？诉状。小民武恒金状告亳州知府狄仁杰断案不公，挟嫌报复，只因本人姓武，便不顾事实将小民屈打成招，还索要人民1万两。小民冤情四海，月牙上告。大人，他……哦，我弄明白了，狄大人。原来是你杀了武老板，嫁祸给小店，你究竟安的什么心呢？放你的屁！都别动。是谁杀的人，自然会有结果。马花，在大人。将悦来客栈老板暂且收押，小二取保候审。是，走。哎哎，快走！这，哎哎，父老乡亲们，我是冤枉的。狄仁杰杀死了武老板，嫁祸给小店，我是冤枉的，父老乡亲。
狄仁杰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，接下来该轮到我们了。段大哥说的对，对付像他这样的人，不能来硬的，也不能来软的，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他知道明明有人在害他，可就是找不出任何证据来。哼，让他有利使不上，有苦说不出。哼，那我们现在能做什么？当然是让火烧得越旺越好，最好能烧到京城去。不过眼下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。您歇息吧。嗯嗯，啊，有事叫我啊。嗯，好。我找了你十六年，等了你十六年，没想到你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。一个纯洁善良的养花姑娘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就算你恨我狄仁杰，也不该拿无辜的生命做牺牲，拿亳州城的百姓当儿戏啊。玲珑，你究竟在哪儿？为什么不肯出来见我？我宁愿你一刀把我杀了，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。大人，大人，您看，在院子里捡到的。大人，看来这鬼魂又出现了。不是又出现了，而是从来就没离开过。他就在我们身边。大人，您是不是已经知道这鬼魂他是谁了？谁？是谁？骰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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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，快来人！大人，快去叫郎中来，快！是，骰子。我检查过了，骰子哥房间中的茶确实有问题，有毒。对，而且还是一种很奇怪的毒。
我也说不清楚。滚！闪子，闪子，哎，好了好了，闪子，没事啊，闪子，闪子不怕啊，不怕。他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找几个兄弟来，好好看着他。是，大人，您去哪儿？大人，好，这位老哥，这附近有没有花圃啊？花圃？什么是花圃啊？啊，就是养花、种花、卖花的地方。没有，花圃没听说过。哦，打扰了。哎。这位小哥，请问这附近有没有花圃？啊，不知道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娃娃，你这花是哪儿采的？我的花是那边采的。哦，谢谢啊。
人杰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开始想我了。别着急，我们的较量才刚刚开始，我一定会奉陪到底的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大人，弟兄们都很担心你。筛子大哥，他已经成那样了，您可千万不能再出事了。我知道了，你们都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这边请。哦，先生，筛子大哥的病情又加重了，麻烦你多费费心。哦，好说好说。筛子大哥，他不会有事的。义父，这就对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有仇必报，有冤必伸。子胥铭记在心。嗯。好功夫。臣见过锦元公主。叫我馒头就可以了。公主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？您是公主。公主就不能来死面烧饼家吗？您叫我什么？死面烧饼啊，就是肚子饿的时候想起你，肚子就会咕咕叫，恨不得把你一口吃下去。公主，臣还是送你回宫去吧。那天我弄脏了你的手绢，还一条新的吧。公主还是留着自己用吧。拿着。你教我练武吧。教你练武不行吗？公主是千金之体，臣不敢教。你教不教？臣不敢。
请公主自重。哼，你敢欺君！姑奶奶，姑奶奶，哟，怎么了？姑奶奶，您帮我一个忙，您下一道圣旨，让那个死面烧饼教我练武功。哎，不许叫死面烧饼。不说就不说嘛，反正您得下道圣旨，您让他教我嘛。哟，这圣旨是随便下的呀，一个女孩子家练什么武啊？等有时间啊，我跟他说说去。啊，快去，你呀，先出去玩玩去啊。谢谢姑奶奶，我走了。皇上，晋元公主想找男孩子玩，说明她长大了。你说什么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你是说她看上狄光远了？哎，死者名叫武存，40多岁，是洛阳城中的一名商人，听说是武承嗣大人的远房亲戚。还有什么发现？他大约是昨天晚上三更时候被凶手杀害于卧室之中。查，调查所有进出洛阳城的陌生人，尤其是女人。皇王所到之处，各州府县衙纷纷响应，据臣估计将会有近千人汇集洛阳，所以臣以为应该先进行一次初试，在初试的基础上再进行正式的考试。很好，此次会考关系到大州人才的选拔，还是那句话，既不可滥竽充数，也不可埋没人才。朕就拜托各位爱卿了。臣等一定不辱使命。好，你们各自忙去吧。臣等告退。光远。臣在。我听说朕的侄孙女儿给你惹了不少麻烦，是吗？皇上言重了。这个馒头啊，从小就缺管教，野得很。就连朕呢，都拿他没办法。还希望你多多体谅，多多包涵呢。臣遵旨。别遵旨什么的，这只是随便聊天嘛，也没有什么旨意。馒头想让你教他一点功夫。你是不是有空闲教他一下？皇上，臣以为，只当是哄他玩吧。你替朕多操点心啊。你觉得馒头这个姑娘如何呀？皇上指的是
她是野了点儿，但是人长得还算漂亮。如果身边有个人指点教导她，我想她一定是一个不错的女孩子。皇上说的是，公主以后会很有出息的。是啊。皇上，皇上，什么事啊？知臣有要事禀报。皇上，臣告退。你去吧。慌慌张张的，什么事儿啊？皇上，有一个我们五姓家族之人被人杀了。什么？